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男人鉴定团，这玩意儿老婆当宝，我当草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摆在厨房里的，灰很厚的，很厚，要清掉。你看，你是黑。你买这干什么？我家门口有资源回收厂，刚看到这种东西，都在路边。那你帮他留意一下，帮他弄。对啊，你有跟我讲好不好？咖啡的，买到现在两年了，只用一次。后来发现孕妇不能喝咖啡，客人来招待客人啊。因为你我全家都不怕咖啡，全家我有咖啡没有？是个性啤酒女神娜娜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老板娘上瘾了，不顾店了。对啊，怎么办？哇塞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欢迎加入国光帮的阵容。来，给各位介绍一下，哎，第二世界流行音乐金曲奖颁奖典礼，7月6号礼拜六晚上5点半，星光大道展开。好，典礼直播是晚上7点，在7月6号三立都会台，我们5点半就开始为您星光大道展开。哎，哦，大家锁定30台。来，今天男人鉴定团，哎，老婆当宝，我当草。其实这个东西啊，可以反过来做，老公当宝，老婆当草也是有可能。对，一直都是这样，就男女都是这样。对对对。但是今天我们先讲老婆，老婆有些当宝的东西呢，男人就不懂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会这个东西在他来讲这么重要？是啊，男人总会说你浪费钱买这个，在老婆的地场乱讲，浪费钱，你有什么资格来？为什么？我就是草界的代表啊！等一下我再跟你讨论。好，那你说他买太多奶嘴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从。我们小孩出生到现在，他起码买了不下快10个的奶嘴。怎样？怎样？奶嘴怎样呢？不是，每个人都想买一个啊。你知道小孩子的心情吗？每天吃同一个奶嘴多痛苦。对，奶嘴这个已经被干掉。来，看我这个，我觉得他怪异，怪异，真的怪异。他喜欢。那个护身符你知道吗？他养清水祖师，真的搞我也搞不懂，你买这护身符干什么？这样。不是护身符差运，没有，我是基督徒嘛。他们说我们去，他是天主啊，他现在他以前是天主教，他是基督庙，好厉害。他会买平安符，他就买那种平安，就去日本嘛，不是很多平安符有没有？然后那个是你那个还好，那装饰可爱。他买的是很奇怪，像有的是买那个，哎，这个。你的事业啊会好啊，或者身体会好啊，哼啊，这个对肝好啊，还有对肝的哦，对肝好啊，什么东西啊你？好，护身符。不过这个其实我们当时买那玉手啊，说实在多半是纪念的，对，要不然就是小礼物，他买很多的，他到哪里都能买，而且他买的时候其实他都不。挂在他身上都挂在我身上，我说你扣我身干嘛？驱邪，我身上长有鬼是不是？然后包包里面都很多，他说你一定要挂在那个你的球袋啦，或者是挂在我自己的包包啊，或者挂在带身上。那你去做礼拜怎么办啊？我做礼拜拆掉啊。对，那潘小姐啊，你太太买什么东西你觉得很奇怪？我老婆其实。他买东西我比较没有什么限制，但是呢，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买上实用的东西啦。对对。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实用，可是他是因为在怀孕之前，他买的这个东西是因为想给宝宝，就是我们是用自己做的尿布。是。就自己做，我觉得哎蛮不错的哈。DIY 的。对，他自己 DIY， 然后就是买了一台缝纫机。哎呦，好贤惠。他为了这个东西，他特别去买了一台缝纫机。哎，那个时间刚好就是当在怀孕时间，他还可以运动运动，在家里面是哎就做了一堆。
就没想到呢，宝宝生完回来，从月子中心回来之后，他做了大概五十几件的那个尿布，那个橡尿布全部不能用，太小，比比长大是，他没有松紧，对，有松紧，但是就是因为量他的不晓得臀围、腰围那个就是，哦，就现变那五十个就都摆在那边，变成那个，然后呢，手帕啊，对，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以再要拿当帽子啊，我们再，那我就说那是不是还可以再用啊？他说。是不能用，因为就已经变小了，就等于说要看，比如说最近蒋雯雯要生了，就先给他用。对，不用啊，你五件车一件，你当内裤穿吧。因为是重点是他买那个缝纫机不便宜耶，那缝纫机20000多块啊，差不多。然后他还要去上课哦，我还每天送一个礼拜送他到2天去星光三院里面上这个缝纫的课。缝纫课，对，然后上完课回来之后把东西做好了，然后从那次做好，从 BB 开始发现他不能穿之后，那缝纫机到现在就再也没有用过了。到现在就一直摆那么都不用，我就说至少有用过，对啊，因为我有跟他说叫他再弄，就帮你做几件衣服嘛。对，那其实不用买到一台缝纫机啦，我是觉得妈妈的爱心啊，出为人母，对对啦，是没错啦，亲自喂小孩，你就计较那20000多，那他买摇床。我老婆很喜欢从国外去找一些很特别的东西，外国的小朋友，所以他买了很多都是外国小朋友在用的东西。他买了一个吊床，他挂在那边，想说可以让 baby 哭闹的时候在那边。可是问题是我们 baby 放到上面，他就是哭闹，他怎么样就是哭，不放就哭。对，他不喜欢那个床。那是你的问题啊。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把小孩子抱习惯，小孩子现在只要抱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我承认，这那是你造成，这我承认，就是都你，都你，但是不要乱买，就是我都你，就承认吧。我是我的，可是我就是那个女儿，你可不可以让我抱一下？对，我又舍不得嘛，就是会抱，但是我吃完饭我来给他玩完之后又放回去这样，老还是会放到那个。可是我真的，我女儿就是不喜欢那个摇床，那个床，那个吊床，那个吊床用10000多块。你有买什么东西，老公会洗？他就是一个不懂不识货的人，就是不识货嘞。他很会嫌的，就是我在购物台买的东西。Oh my god！ 哦，当然啦，购物台开始。你讲一个上瘾什么？前阵子大家最流行的就是好神托啊，对，什么叫好神托？任何一家人都会有的，哎，那很好用哎，很好用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，好用，对，我随便容易坏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看看你断掉，对，我跟你讲，男孩子们都会作证，你知道踩一踩，踩一踩就啪，你踩，然后。踩怎么都没坏，那你们踩就坏。你们是买哄哎的，真的两下卖床，真的买的，这个是真的很容易坏啦。我真的一定就定9组8 9组，因为我娘家我自己家姐姐家，不是你们居然那个踩不是，不是，那是脚下轻轻带就好啦，就是这样带。我的轻轻带就看你那么大力啊，我想要做家事，一直用坏，然后就说我买的东西不好，对，然后他就说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些？这个就是懒人在用的，懒人才会这样子用。他说为什么就不要用传统的方式？你用手拧就是让跪在地板。我说1到4楼，你来擦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是透天呢。你这样子平常我不在，我婆婆用的话用这样子，这样其实很轻松，对啊，对。然后他就一踩，他想说要给搞有没有？他踩就坏掉，然后就嫌我不好用，不好。然后他踩坏又算，他一踩坏又生气，又把那个拖把又折断，有没有？然后整个全毁。再买一个，我在统治失利。没有，这还要再买一个。然后不是这次不是那个断掉，是脚踏把那个啪，那个断掉。不是，他没有拴紧，他就说为什么我一直一撸那个。管子会越来越窄，越来越短，它就没有。还这样撸撸撸。对。好累啊。很累。接下来 ，Nina 姐，请问一下，你买什么东西他不屑？我觉得只要是买到我的就穿着用的，他都会嗤之以鼻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他是时尚大师。你现在身上是哪一个是他买的？我还没有，他还是我自己买。很好看啊，我觉得也还可以，就是适合我自己。可是他不是，他要你穿什么样？黑袍不要吧？类似，然后呢？飞鼠裤，对，飞鼠裤。然后他有一次买一个那种裤带，很贵，要学习小可乱加，好不好？可是因为小可像他们是，他们可以 rock， 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不行啊，他每一家人家不一样，很贵哦，一件。裙子5000-6000块，可是我穿起来是布袋，没有腰身，然后从头到脚不高。我说你买这给我干嘛？他说
你上节目穿，我说我没办法，我完全没办法上节目穿呢、啊。你为什么要左右你老婆？对呀、啊，你干涉我左右我老婆，他就要改造我、啊。你只是干涉他而已。没有这个，这个我要跟我老婆郑重澄清。他如果要你穿中山装来录影，我愿意。你傻在哪里？那你先脱光现在。对，现在脱光。因为觉得你比他时尚就对了。他一直就像今天，比如说像你今天，你戴个绿帽子，觉得很时尚。对。你要戴到流行啊？那是海滩风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绿帽，我们只要在意颜色啊。不好意思，绿帽子有分。哦，这样子。城市风、海滩风。哦。但是都是绿帽子。哎呦。看一下绿帽子在哪里戴。是是。不是像女孩子的东西，其实她真的不太懂。像我用指甲，嗯，然后她就回来我说，哎，你看我今天用了不同的。颜色很好看，很好看啊！然后他就觉得说，用这干嘛？指甲用这要干嘛？然后用伤小孩。可是我一用是最不会，因为是它平面的，对，因为我不敢用，我不用转，我怕会刮到，我也会刮到。可是他就是对这完全不懂，男人都不懂这个，不懂就不要干涉。超漂亮，嗯，没有工作的一种。哪一个会去讲什么什么老婆去烫什么弄什么指甲？我们对啊，你就让他去啊。所以你不希望你老婆去做彩绘是？担心他的健康，不是啊，对，不是，好，不是的，没有问题了，不是他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他程度烂，没有问题，对，我觉得天哪，我每天在挖洞给自己跳，啊，萨金武，你老婆买那么多新奶器干什么？新奶器，你不才生两个而已，懂吗？他说那个小朋友就是要喝母奶，对，所以我每次就要吸，可是你不用什么都买嘛，手动的、自动的，嗯，手动的没有用的，两颗马达的，双枪的，双枪是什么？两就是香炉啊，同时木兰被带两个，嗯，哎，然后坏掉哦，坏掉修理，叫你修理，叫我修，那他修好了，给他老婆用，我修好了，然后我给他换一个马达，有没有？太强，因为他没有给他外接恐怖类打，有没有？太过分了，不是，心都也许了。然后我给他换一个马达，啊，我还去那个抽纸子，去那个什么，那个以前模型店不是有那个轨道车，嗯，他不是可以改装那个马达，我买一个两万转，哇塞，然后老婆四段变速，四段，哇塞，哎，他一打开，哇，猛万的，直接吸哦，我还吸，哎。老公，我的奶像变紫色了。在骂我怎么拔不下来？你调到拔罐的。老婆爱乱买东西，潘洛迪大说太太不是。哎，买收音机干什么？你开餐厅吗？对不对？一百多个玩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像个两个人。你买了一个洗碗机。他买了洗碗机，嗯，没有用。老婆四段变速，四段，哇塞！哎，他一打开，哇，猛万的，直接吸哦，我还吸。哎，老公，我的奶像变紫色了。在骂我怎么拔不下来？你调到拔罐的。我想说，那么多我自己拔，拔罐的，你这次不是，还是你在干什么？小朋友在旁边啊，对，哎，还蛮酷的，那一放还蛮酷个屁呀！不是那个两万转的墙啊！啊，志远，他买什么怪东西？怪东西哦，他就买那个长颈鹿的。哇塞，你这么有钱，你买长颈鹿？买长颈鹿？这么不远啊？你放超长啊？你知道我们现在巴厘岛没有？巴厘岛要买那个。木质的长江木雕，跟那个姚明一样高，嗯，还买两个。因为我们干嘛？你怎么弄回来？因为我们去逛的时候，然后会看一些就是首饰啊，或者是哎木雕店，然后我们可以买一些不用太大，然后我们做纪念就好了。结账时看到一个好长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怎么包起来用黑色胶？全部的莫名其妙，你买这干什么啦？然后我还问人家谁买的，你老婆买的、啊。230几公分啊！哇，七尺！你有四尺吗？你买这干什么？不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，我新店那个透天的家里是乡村风，然后我就想要把它用一个装饰，然后就两个场景。他说摆在那个楼梯那边，我说摆在那干嘛？步步高升啊！对，看到那个步步高升。哎，你很爱风
水。我血压都高升了，步步高升。是那个楼梯结构，因为我们那个家有挑高，所以放那个其实很漂亮。对，它其实可拆式，好不好？它就哦，可以可拆式就对了。组装到现在你有拆过吗？没有啊。不是那个干嘛要？那现在在哪里？可是我觉得那不必要做嘛，不必要买的。在国家，那在国家。那两只还在？还在啊。那有组装起来吗？也要组装起来，但没有放在家里。我们家搬不回来，太远了，花莲搬不回去的，就还是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变，因为现在都你要还要顾着他，因为他有灰尘，那累积会都很多了。我婆婆都比较要擦，长颈鹿是，对，很高。那你就把颈子，你是想要看他这样拿掉变高变马，对，变成马就可以搬回去了。变马，超级马。颈部那节全部拿掉啊，就好搬了。它不是一体成型，也是它不能中间拿掉，它一体成型。对啊，对它不能拿掉，但是真的没有必要了，真的还买那种放在家里，就我觉得是要买一些好看的画啊。我觉得装饰品啊好看。我觉得那是定得，占空间。它哪里就是两只长长的，它哪里会占空间？不会呀。而且是人家讲步步高升了，吉祥话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我升那个买那个时候开始就受伤了嘞，断掉啦，手开刀啊，哪有步步高升？结果是他自己步步高升，你在弄我吗你？你摆正在弄我，两个人至少有一个人步步高升，升啊。你放家里，放庙里啊，真的这样好。你老婆最近买什么粉红色的东西让你生气了？不是生气，因为她每次她，其实我们从搬到新家到现在，几乎每一天哦都要到柜台领包裹，每一天哦，她买的这么频繁，非常频繁，非常频繁，爱买哦。对，她非常喜欢上网去找所有她看到的东西，真的。所以他喜欢买一些东西，说给 BB 啊，说 OK 嘛，说哎，你现在你刚说什么？他非常怎现在在闲哦？我先没有啊，因为他交往的时候跟我讲说，你知道我这个女朋友多正，她乱会上网的，所有东西在网上她都找得到，只要你讲什么，我他就可以帮你买到。哎，郭玉环讲过同样一模一样的话，我老婆没钱我都。我老婆现在确实是买这个，我当时有跟她讲，因为我有帮她，我老婆也有帮他们找过东西。婚前说我是公主，婚后但是没有，我们不是说她买不对哦，我是说，因为她比如说她喜欢这个，她买家里面所有东西都是粉红色的，她说这个拉拉会喜欢，我说拉拉现在才几岁，她根本才两个月还不到，她未来会懂吗？一个多月，她说这个拉拉一定喜欢，她就买所有的粉红色，她说以后拉拉就一定会喜欢粉红色的，但问题是。不一定嘛，可能也许他喜欢白色或喜欢其他颜色。是啊，我就说你可以买一些其他的颜色，或者多变化一点。白色没有你自己喜欢，就是粉红色。好，我喜欢那没关系，也许拉拉我女儿可能也许喜欢白色啊。不会。然后他，让我喜欢的那个大象，你知道那种大象，就是那个小朋友在玩，捏耳朵会其实就那个声音，就像在婴儿在肚子里面那种声音。那一个大象头要4000-5000块钱，你家婴儿在肚里会啾啾啾啾，不是他说那个里面的声音，模拟那个声音，哎对，模拟那个声音，啊你摸他鼻子耳朵的那个声音，那就是一个大象，嗯，那其实他还有很多，也许譬如说有小狗的、小猫的或其他的，他就一定要那个大象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女儿喜欢的是大象。我说他也跟你托梦，可是说这是大象。托梦，王母娘娘说他喜欢这个，他怀孕的时候就已经跟他托梦说，你说他跟你讲说他喜欢大象的，他家里面就买一堆大象。哎，那大象不便宜哎，那大象4000-5000块。然后呢，你这几天一个大象头哦，就这样软软的，啾啾啾会叫。然后大象头里面有一根珠珠会跑，啾啾啾会有声音。所以现在比比旁边这样逗他声音这样啾啾啾这样弄，他在大哭哎，一边大哭。我说你看吧，因为他不喜欢那个声音，很奇怪，他就是不喜欢那个声音。那他现在买的东西，所以不是钱的问题喽，都为女儿啊。所以你单纯就是堵拦他。你不要把搞了，我不是郭士伦啊。哎呀，我的天，好了，我问你，哎，妮娜对于什么样产品是没有办法没有抵抗力？任何小孩的东西他没办法抵抗，没有很好，妈妈哪有抵抗？对对对，可是都这样，哪样都这样。我在节目上有讲过嘛，我们有一台变形金刚，800万次的拉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家现在加起来有5台娃娃车，哎，所以没差，没有差，你卖掉就好啦。不是，我说没差不卖也没差，对，都已经5台了，还差那么一台。对对啊，来，你俩什么？斑驳。每天天气出去不一样，各用一台嘛。你有几台？我一台啊。
你一台跟人家讲什么东西啊？真的，瞎，一台在跟人家讲话。我家里面没有娃娃，我还有三台嘞。真的，我们出来混，没有这三四台是下不来的。真的，没有，我要先讲，先跟买娃娃车。我们两个拼住的，我这一去拼一箱，我推两台，没有小孩，我推两台。好屌，好帅啊！嗯，真的。快买了，快买，快买！你一台那个出来一台，你一台。我们走，一台。信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说。没有，其实一开始我在美国买的两台是有不同的功用。小孩子长大，慢慢就会要骑三轮车嘛。第五台，对，要学骑脚踏车了。对，那那时候我就是因为一开始你可以先推它，然后慢慢就拆装变成它自己骑。对。那时候一开始我还回去拿目录给他看，说：“哎，你可以这个台你觉得怎么样？”然后就跟他讲了很多，然后我找到最便宜的价钱，就是可能原价。打六折，然后我说可以买到六折，问他，他就说不要，觉得没有必要。结果后来我就瞒着他，我说不管，我说我爸买给我的，就买给他孙子的，我就带回家了。嗯，他看到了，又买这什么东西，还那种嫌那种脸呢，嫌弃那种，我想说好算了。然后后来第二差不多两三天之后，他看到我，然后我儿子很开心，每天都要爬那个要玩那个三轮车，他就发现哎。好，我推他出去看看，推了一次回来，我就开始听到耳语。他跟人家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岳父买这个真的买对了，超好用的。”殊不知是我买的。你看，我们大家一起去旅行，那时候哦，大家阿斌有一台，嗯，然后他没有带，他那时候知道那台带一定挫赛，因为三公斤太重，我们去花莲玩，十三公斤，不是三公斤，是十三公斤，那太适合潘若迪了，真的。东西我会抱个女儿就好了，我可以宁可自己抱在手上，我也抱十三公斤干什么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台真的很好，因为你太壮。对，然后我就言归正传，我们就出去玩，然后我们要去夜市。嗯，那一天呢，超糗，我十三公斤，而且我打不开。你就是想要在夜市炫啊？当然。老婆花钱不眨眼，陈志远扬言收了他。他就跟我讲说这个近十万，我噗！对你这种东西是缘分。有点抵抗力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我十三公斤，而且我打不开。你就是想要在夜市炫啊？当时是我们只带那台娃娃车，所有人都带轻便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逛农场什么的。嗯，你知道他忘记带充电器，完蛋，没电。打不开，他那个是我有试过嘛？那个一定要有电，不是这样，那是因为电源没带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想说我们都会推，他只要推就可以充电，然后他就很懒得不想要推呀、啊，然后就说啊没关系啊，那么近的路我们抱一下就好，抱一下就好，可是。就是没电啦，对，那没电我们打不开，然后我就真的是人好啊，所以他因为他不想推，对不对？不想推原因是什么？你推的话，推的时候不帅啊，抱起来上来，哎没有，哎，其实推起来还蛮帅，是吗？真的很帅。你反正那么多事情了嘛，都没电了，不是不推，因为这个电池在身上。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后来我就觉得买了没有用啊，一直摆在那边。来，萨基努，我请教你一件事情。好，你老婆买过最贵的东西是多少钱？买过最贵的，就是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一套，那个有什么书啊，多少 CD 啊，哦，五万多块。哦，一整组，一整套百科全书啊，很多，很多啦，几岁在用的？那可以用到很多岁，那可以用到那个大概是三岁以上才会开始对那些会有刺激，三到六岁都适用的，对啊，然后那个 VCD 都可以放嘛，还有 CD 他都可以听，可是我儿子才两岁半，差不多可以准备，打开就开始撕，真的，然后开始撕，然后那个 CD 拿过来，他就开始拆封，折半。射他姐姐，射他哥哥哦，然后我下了班回来，哇哦，烂，这五万多哎，没了。啊，我老婆在旁边，你儿子玩得很尽兴，他使用的非常的好。这钱呢？然后隔天早上我要去上班了，我老婆已经在整理那个哦，放在外面。说你干嘛放外面？可以粘一粘吧。因为等一下那个阿伯之前回收的会过来，他是不是前天用你那个吸乳器？我不知道，太生气了，有点
点像。第二天再去啊，5万多，还不错啊。好了，对，那志远，这个神经病他做过什么怪事？什么？芭比娃娃。啊，芭比娃娃，十岁还买芭比娃娃？正常啊。你买多少？他那个我那家里我们那电视柜是那种，那个电视柜上面都是摆他的芭比娃娃，几十只，全部都是芭比娃娃，小孩玩的。就从以前呐，对，他是说他先买完之后，他是为了他要给他的女儿，小孩对。可是我觉得你买这个东西，我觉得，但我又不给我女儿，因为芭比娃娃它有些是那种纪念的，然后它比较贵。哎，我买那个都很贵，那个是收藏的，典藏版的那种，限量没有拆，对不对？不能拆的，那个底座的。你这个哦，我是蛮赞成的。对啊，因为我也有很多公仔。对啊，这就跟男生收集公仔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家里穷，我们只能玩纸娃娃。真的。纸娃娃那个7月，我们要把它买起来，因为它会站起来。我们玩站起来。我们玩泥娃娃，用泥巴做。那长大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说啊，要买一些芭比娃娃犒赏自己，然后让小朋友玩。小朋友，我们玩那个便宜的。对，那我女儿偏偏不玩便宜的，偏偏要玩我那个限量的那几十只，然后我就说不能拆。没关系，没有。芭比娃娃我们觉得 OK 了 ，OK， 我也觉得 OK。请问这个10万块手镯是？对，那个就更恶劣了吧？怎么是不是更恶劣了？你给小孩玩10万块手镯？他不是给他玩，他是去买一个手镯。其实我对这种东西不是很在行，然后他就。买了之后，我也放在旁边，我看觉得它是要辟邪啦，又辟邪，要辟邪，长颈鹿挂在长颈鹿脖子。然后买了之后，有吴志祥，我就跟他，哎，这个你怎么一直放着？然后只有在那个重要场合才会戴这样子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很贵重，对，贵重，这得是这到多少钱？那对我而言，我大概哎5000块左右，我觉得很贵了。5000块买得到吗？你那个真的是不懂啊，没有结果买假的，他就跟我讲说这个近10万，我噗。骗了，因为那种可能那个兵种是不一样的，是你要懂，你要懂。结果呢？结果我跑去，我就他去工作的时候，然后在家里，我就拿着，然后拿到去鉴定，鉴定对，因为我们那个我们的教练，他喜欢玩那个古董玉这样子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这个这个你看得懂吗？光光啊，这都8000，还好，这不是今天的给的，你和田玉啊，差不多。花莲大理石嘛，对啊，快1万块就有了啦，这还可以，还不错啦。玻璃我莫被砸完呢，哈，虾米？其实你知道，玉这种东西是缘分。不懂的人就觉得它是玻璃石，我9份的缘分。懂的人就会把它当做宝，这有保值的。你是真的被人家当潘娜呢吼！哎，你知道以前逃难人就是这个，搞不好以后我逃谁要逃难？可是我可以换船票。可是重点是我去鉴定，根本没有到近10万，大概差不多快1万块而已。为什么你怎么会相信一个镯子10万块钱？你怎么那么容易相信？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他可以说可以煮汤吗？我跟贵妇朋友出去，不可能买到假的。你错，跟贵妇才容易买到假的。哪里是？那他们其实都会有买，他们有固定的那些。地方门路，有没有有点抵抗力好不好？对呀，没有抵抗力，你要讲什么你就好。如果没有，我也是省吃俭用，抢那个也是欠人家很久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我也不是一次给他嘞，你还不如买金子。对呀，对呀，没有对呀，金还保值才用得到了。你想想看，你现在有10万块的黄金，那个时候买现在起码12万，真的差不多，还增值。有，也黄金也有买，买一些。不是，你现在把那个玉哦拿去换10万块的黄金，看换得到换不到。对，就是要跟找一个有缘的卖黄金，有缘的，有缘人，每天拿那个玉镯在街上。是这样，遇到有缘人呢。嘤嘤嘤，哎，你有缘，你买。而且它敲起来那个声音真的跟假的真的不一样，玻璃吗？玻璃不是玻璃，塑胶的声音，碎掉的声音吗？你这样丢上永远都是冰的，对，都冰的。那个假的我也看过。OK， 好啦，浪费钱，你们这种你这就浪费钱，浪费浪费，不必要呀。你太太买什么东西很贵？我老婆买的没她那么贵啦，我老婆买了一台洗碗机啊，干什么啊？没手了，不是，残障手册了。买在洗碗机不得了了，洗碗买洗碗机干什么？开餐厅，对对不对？买洗碗机干什么？你开餐厅吗？对不对？100多个碗子，我跟你讲，
我们想想两个人啊。对啊，你买一个洗碗机，少买一台洗碗机，那他妈那七个人吃一桌可以洗的东西，七个人一桌可以洗的东西，两个人他洗碗机。不过你要了解啊，婚姻是一辈子，你让他洗一辈子的碗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爱他，就从结婚的开始就保护他的全身，玉手，手是最伤的，洗碗，真的，尤其是那个洗碗巾的，对，他买了洗碗机，没有用，洗碗都是他，装饰。我跟你讲，我家也是，我买洗碗机，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老婆只做两件事情，就这也不做，那也不做，就这两件，这也不做，那也不做。你老婆看电视的。他那天没有没有，他其实那天请客那天他自己也有讲，他真的在家里就这两件事情。对，那我在家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通通我做，所以那个碗呢几乎都是我洗，因为我有习惯性吃完了，比如说像康哥他们那些来，他吃还没完我都会先洗。他有洁癖啊，习惯性。我吃完了，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。干掉在地上还要忙扫的那种，我是有习惯性的。各位，这就职业军人的好处。对，以前家人就叫你洗碗筷，你要负责洗掉嘛。对，所以我就习惯吃完了我就洗干净。那我老婆这习惯性就堆在那边，这边的洗碗机完全整个都没有在用，而且你要知道，一个碗它这样一开始启动来洗要一个半钟头，差不多。热水冲洗再什么什么，要一个半钟头，它要怎么洗？我教你，你下次把那衣服也丢进去一起洗。我们这衣服没有关系吗？那你反正。既然有洗碗机的嘛，那你在你社区卖面好了，开面摊。后来现在这洗碗机变成什么，你知道？变成就是奶瓶，你再多了不起就是三四个、五六个准备嘛，就是先买一手半打，让这当小朋友奶瓶用。现在这个洗碗机是专门就洗这个奶瓶，这么大的一个洗碗机里面就洗这个奶瓶，也费电啦，非常费电。我跟你讲，对啊，你俩可以耗电耗时费电。可是因为他在国外住习惯了，他以前在国外以前就是都是用这种东西，就直接丢进去的。不要轻易改变对方的习惯。对，所以我就变成我就每天就含着泪在那边看着他洗电。那你下次你就不要买，你就买一个空壳，放进去以后呢啊，那你先上去，然后自己钻进去再洗。多累啊！洗完再把它，哎，洗完要又洗好了，这台好快。老婆出国买完物，萨基奴无言喝闷酒。他说这个很好，我们运动的时候，这是日本人庆典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可以穿和服在那边打。啊，另外一只呢？老公们各自带了老婆们买的物品，要大家来评评理，究竟是老婆买的好，还是根本就是浪费呢？第一样是，就我说那个啊，我跟你讲，就这个。哦，这个，这个是很有用的。你看一个不是货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马上画。哦，很快，真的很厉害。你又不用围攻无解，而且解到很有用。而且我要买，这有加热过吗？没有啊，冰的，它冰的呢。冰的，厉害。所以它可以。你看我再拿起来，冷热都可以用。对，冷热都行耶，都可以。这真的很厉害。可以围攻，哪里厉害啊？哇塞，这好用哎，这个好用，好用，这好用，我这 OK 啦，一、二、三，摆上去，哎，马上融哎，真的很厉害哦，好快哦，好棒哦。在化冻很要解冻，对，你就把它拿起来，你要做就放着就好，十分钟全完全解冻，牛排也可以，什么都可以，十分太省时了，真的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在家里他一定不弄饭，我有，没有，老公用冰冷态度摆上去，放在脸上的，对啊，你是因为那不弄饭菜，冰山美人，我做饭的，你做什么饭？你看到我家洗碗机两个凑在一起转，好，请问一下，觉得买这个有用？请举手。哦，有用，哪来的用处啊？解冻啊！你没有弄饭菜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你吃完一块牛排，化冻要多久？对不对？差不多要十分钟。没有，一块牛排从冰柜拿出来，大概要两个小时。七天嘛，不用那么久。一个小时多了。你说平常不是在这上面？不在这上面的一个。不在这上不止。对。两个小时以上，就是三个小时以上。没错。你为什么确认知道呢？确认那次呢，一个小时就他直接吃了。受不了，忍不住。常常煎牛排给老婆吃的。你会煎牛排吗？真男人。
真的，这个有用了。没，我真的不懂这理论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一定会买。好，来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成立了，耶！哎，一定有人才会买的嘛。好，第二个萨基努来，那什么东西？那什么出土的？不要乱摸。我会不会有什么咒语啊？是什么？有没有祖灵啊？你把祖灵都翻出来了。我也不太清楚这是什么东西。哎呀，为什么？因为泰国人骗我们不懂。泰国人，哎，泰国人，很像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在哪里买的？小姐，表亮可以加力。加力，小姐漂亮，可以再放在家里。小姐表亮加力，这样。你干嘛还翻译？你怎么听得懂啊？等一下也啊，对。这样我们东西太小，是不是？还故意找那种直撞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嗯，就是有点弯度。这又是什么？什么讲这个？我们去日本的吧？对对对，今天遇到一些祭典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逛街，嗯，他就说：“老公，你走这一条，我走这条。”然后回来两袋，他两袋，我是只有一个芒果冰而已。然后他东西全部塞行李，回到台湾打开，我就说：“啊，这一下。”乒乓那个打乒乓球，这干嘛？我问他这干嘛？这打蚊子还是你要骑猪白啊？还是干嘛？纪念品啊。他说这个很好，我们运动的时候，这是日本人庆典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可以穿和服在那边打。打什么？打什么？啊，另外一只呢？啊，另外一只呢？只买一只，只买一只。啊，另外一只球呢？没有啦，直接拿电网拍就可以了。因为你的技术比较好，你老婆拿这个，你拿这个。啊，另外一只呢？闷对不对？对，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换那个两万转的马达。他说这个好，七月我们放门口，说不定哎，可以避掉一些鬼。避一下，避一下。我避个屁耶！什么时候日本鬼会来我们家？日本鬼，这个避也避日本鬼吧。哦啊，另外一只，因为一组太贵，买一组买一只的，看你一只卖多少，多少，我跟你讲，所以说你们就不了解萨基，萨基你不是万能的吗？对啊，自己做一只，自己做一只，还可以加马达，马盖先呢，你什么都可以，手艺应该不难，马达都可以了，你回来再看一看，量一量，车一车，不就又一只？哎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给你一段时间，你做好的时候，下次一模一样，跟这只对，给观众，我们来打球，多厉害！没有办法，我现在每天就看着它，我就想要喝酒。一块四千的东西，然后为什么快四千呢？为什么不要买酒让我，对不对？四千我喝四天嘛，我四千大一量可以买一瓶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干嘛？你要刻印章哦，你印章会太大。官印，上面还有盖的大印章，有没有看到？盖到印章有没有？小姐，我要领钱。他看到他以为你要抢劫。你买房子，你买几瓶的？哦，我那边那个印台要多大？你要另外再去买一个？太好笑了，这应该是买土地吧？干嘛？来代表量可以加力。我买。很东西啊，了解了解，而且他还丹凤眼，你看，凤眼啊，太夸张了 ，OK， 这个好，都是没用嘛，太漂亮，好来来下一个，一个，你买什么东，你拿什么东西啊？嗯，拿什么东西？就你买的什么东西？气气气耶，这跟长颈鹿，长颈鹿没什么差别啊，哇塞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摆在厨房的呀，装饰。哎，这是一个比较小的。哎呀，这是三 D 耶！三 D 的话，厉害！三 D 电影，什么三 D 电影的话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很立体。他这个家里还，他跟那个长颈鹿一起买的。OK， 一起的。我在跟他讲说，你买这干什么？没有必要。灰很厚的，很厚，要清掉。你看，嘿嘿，你买这干什么？买个地上买个山水画比较漂亮一点。这在哪买的？就是那个巴厘岛。哇塞，哪有？我还有另外一个是猫的。猫的那个，你还敢讲啊？你还敢买猫？还敢讲那个？讲出来。哦，我那个有猫，怎么看得到？那个那个艺品店。这个在风水上代表什么？丰收。对呀，你看。对呀，乱搞的店。平安，你的前提都是这样子哦。那你买那个猫干嘛？我还倒下来。招财，那个是招财，因为它在左跟右。对，
啊，左右都招哦。对对对，就没有一组就对了。招财猫不是是这样吗？是。对，然后那个巴厘岛那边它是左右，它一定要买一对，左右都要，而且要右上左下这样子放的。哇塞，不懂。你真的不懂，现在猫当门神他一直招财，对不对？招到他财，我一直漏财啊。买错吗？至少两个有一个人有财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了。你会想，这是摆在餐厅的东西，就是家里的。这个是那个什么，人家油画的模子有没有？我宁可去买一个这样的，三十块挂在家里。人家那种平常那个画都是平面，这是立体的。人家客人来看的说，哎，啊，你这个画好漂亮。不是，主要就是你觉得你去巴厘岛带这么大的东西回台湾，而且那个蛮重的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，没必要。三亿木雕就有这种东西啊，这个一般就有了吧？不是你们去巴厘岛，你们坐船去的，你们怎么搬得回来啊？海运一样，海运吧，他们就有办法，就说你买我连这种东西都可以。他只要大型东西，他都可以帮你弄好，只要付完钱弄好之后，你只要回家，对，不，因为台湾就可以拿了。因为我家门口有个资源回收厂，我常常看到这种东西，都在路边。那你帮他留意一下，帮他弄起来。对啊，你有跟我讲好不好？老婆东西买得好，火中蒿破口大骂。咖啡机啊，咖啡的，买到现在两年了，只用一次而已。海运，海运吧。他们就有办法，就说你买我连这种东西都可以，他只要大型东西，他都可以，他都帮你弄好，只要付完钱弄好之后，你只要回家，对，不，因为台湾就可以拿了。因为我家门口有个资源回收厂，常常看到这种东西，都在路边。那你帮他留意一下，帮他弄起。对啊，你有跟我讲好不好？是不是帮你省一笔钱？不是那个时候，当时我们家的装饰摆饰都是很乡村，乡村都是木质的，是长颈鹿。长颈鹿，因为我们是原住民，原住民家里就要摆一些比较，你知道，森林啊，原住民干嘛摆长颈鹿啊？有森林自然的感觉。Nature，Nature，对，来漂亮佳丽，哎，这个可以，佳丽，佳丽，丢掉，没有用啊，来，可以啦。OK， 这没有用啊，这个。哦哦，那我真的真的没有用，装饰品哦，在目前为止，就可以看出郭恩豪是一个多么恶心的人。笑屁，什么恶心？我听不懂啊！你讲那个东西最不好，就是现在最厉害的。对啊，最做事还要挑剔用，连我们还想去买的。对，太太，对不起，我们还要团购哎。我真的不懂。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哦，哇，这什么啦？这感觉立体耶！哇塞，这厉害了，厉害啊！这好，咖啡机啊，咖啡的，好正哦，正点，很正，真的。这个东西哦，哇塞，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什么史密斯先生，有没有？是那个他不是在那部片子里面，他们家里面就有一台这个，然后他看到了这个还 X One 顶级的，哇，干嘛？咖啡机，对不对？很好啊，是不行，我以为是挤乳器，我们为了你知道，挤乳器，我刚刚以为是那个什么绞肉器。结婚的那个时候哈，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想要买这些东西，我说 OK， 那你买，但是我不晓得这个价钱。这个4万多，哎呦，这个是蛮顶级的。对对，你看他这个为了我们为了要尝试，这个买到现在两年了，只用一次而已，就昨天晚上啊练习，我值得练习，有用啊。因为其实他煮咖啡是 OK， 可是后来发现孕妇不能喝咖啡，对，你喝咖啡啦，平常我也不喝，我也不喝，你买咖啡，那你命贱，你怪谁？不是，是这个你放的，有客人来招待客人啊。可是为什么？我全家都不泡咖啡，味很香。全家为什么咖啡没有？人家不抠鬼，小气要死。他没有买咖啡粉。对，若迪啊，我觉得值得哎。我觉得那个卖掉蛮有钱。哎，那个资源回收厂也是哎，这也是不少钱哎。哦，蒸煮白铁呢？这顶级的这个咖啡机，小丽他们家也有一台。他就是像我跟你讲，哎，你是干什么？啊，你是专门练健身，就去给你练健身，来拿起来看，适合有壮，壮阳光，动起来，阳光来了，去 one two three go， 阳光，哎，你看是不是？再阳光，太适合，来哦，好 ，OK， 小代言就对了。哎，不过越看越像绞肉器，对啊，绞肉器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阳光。回身阳光，阳光，回头阳光，阳光，啊，棒，很好啊，值得，好。
很好，这个用一辈子，可是买还没用过啊，没用过，对，你知道咖啡机很容易坏。对，比较烂的，真的。你这个四万多一辈子都不会。他说这是做顶级咖啡来用。这个我跟你讲，对啊，这个他试验过，泡过6亿杯没坏。6亿杯，怎么又是四万多？你是厂商啊？四万多，这是顶级的。对，我厂商是。我以为10000多。4万多，反正凭良心讲，今天我如果去你家玩。你拿这个咖啡机煮咖啡给我，我会觉得很屌，你有质感，光荣，对，有质感，对不对？我会觉得我这个光荣很屌，有质感，让我煮一下，贵宾的享用，对不对？你拿这个煮，我马上，哎，潘爸爸你好，潘爷爷，很屌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啦，好，老婆算有眼光，来，好不好？不要怪他，这个有用。所以今天看下来呢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好，来，这个最勋的是，哎，跟潘若迪啊，两个人就是专门就是只是来这边发泄的，对，嫌弃老婆，就是来这边这样子要抹黑老婆，不懂爱挑剔，对，真的啊。那志远讲的是实话，对，喂，真的是乱买，真的乱买，的确实话，没有，都是实用，好不好？是他们不懂，实用。对啊，反正夫妻在一起哦，家里的事情好好商量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夫妻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要为小东西翻脸伤脑筋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